这个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聚会的地方啊。阿娅，打个招呼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不是 ，Здорово, все с ними. Hello, my friends, my friends. 啊，那个一会儿我所有的那个从小长大的朋友，一会儿就来到这儿了啊，因为好久时间没见过面啊，三年多了吧啊，他们一直在问我你什么时候来，你什么时候能见面呢？你说 yes 啊，一会儿他们终于就来到了啊，然后一会儿我先跟亮哥去买点吃的吧，我们去买点吃的，对啊。嗯啊！你啊，优乐带我们出来买点吃的喝的，这个超市啊，看看海上海这个城市，全是树，全是山，山下坡怎么说呀？嗯，山下呗，山下，上坡呗。来来来来。看各式各样的大肉串儿，那是鸡肉的，都裹着脏。那边是鸡肉，这边都是猪肉，都不切了吧？还是过来看看海鲜啊，这边帝王蟹便宜是吧？一会儿看看吧，不知道你们有是吧？对，虾是肯定有的，属于是小市场吧，所以这边可能是价格比那个比超市便宜。样品还多，看看啊，真有帝王蟹腿，帝王蟹脚，这是帝王蟹蟹腿肉哈，对，这个有点那个太奢侈了吧，看看这个，这一公斤的价格750是吧？对啊，30多一斤。便宜啊！那还有那个吗？这是那个什么竹叶蟹的，这个没有帝王蟹好吃啊，这帝王蟹腿。那个再买点这个，买点这个山梅肉、山梅柱生吃的这个，买一份蘸点汁吃。我看这个1300还行，刚才那个超市1700。这个买这个就是这个牡丹虾，这是牡丹虾。太小了，老公。这个好吃，2500一百块钱一斤。这个在日料，你知道多少钱一斤吗？多少钱？按只上的。这是我们住的地方，这是海边儿。就是这天也太不给力了，你说我们刚买完菜回来的，然后这就下雨了。他们应该都到了是吧？都到了，咱进去看看吧啊！哎呀，哎我天哪！哎，咱去那吃东西啊！开始了，赶快进去。Главное это вниз не опускать ноги. Да. Это где же на? 这是架子底下架的火是吧？现在海上海现在不是很暖和，现在21度了。哪有19度今天？19度，这个是加热，这水是热的。啊，水温水。哎，这挺正的，一边喝啤酒，直接在这烤串。啊，这是放酒的。对呀。哎呦我去！直接把串烤熟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？我说那个串也烤完了，桌子也铺好了，得喝一杯吧？啊？咱到这儿咱那 street 去的？对。对，哎，这是干啥？啊？这是干啥？待会儿咱别进，他这不是咱们的群的啊。不是咱群，咱看别人看看这俄罗斯婚礼应该是吧？好像是接媳妇还是咋的？开始脱衣服了。我觉得应该是结婚的，咱刚才今天刚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新娘在这跑呢，照相呢，我估计是婚礼。啊，对，婚礼，你跟谁结的婚？那心地怪怪呢。啊，他不下车，他得把他勾引下车来的啊，他不下车。这么回事？对。你要自己把墨去墨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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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любимая, о, да чинай, да? Не, о, да чинай, да не чу-чу-во, ба. Офига, ой. 这跟中国那个别门差不多啊，要红包差不多。不知道应该是。红包不让进，不让进。俄罗斯是必须得表演，是吧？表演不好。对，你表演不好，你忘了吗？咱俩结婚的时候，你表演不好就进不着，进那个见不着我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对，今天是正好周五嘛，在俄罗斯结婚基本上都是周末，周五到周六，在俄罗斯没有什么周一到周四结婚的，没有。行。完事儿了吧？他们应该，他们租的是他们那个别墅呢，嗯，咱租的是这个别墅呢。嗯。你看他们。嗯，要我说这个，你看咱们这个别墅在这都满了。这个俄罗斯习惯是啥呀？你发现了吗？咱刚才那个买完菜那个回来堵车堵得死死的嘛，要不咱俩回来太晚了。因为俄罗斯的习惯是啥？今天周五，每周五到周六必须得出城出去玩，就是能租的这些小别墅提前都租，这些小别墅提前都得三四个月都得预定的。就像咱们这个小房子，今天那女的单跟我说了，说三个月前都订好了，但是突然有事儿就给退了。然后我们就是突然想要那个过来玩嘛，他就说你是挺幸运的啊，挺好。所以俄罗斯人的习惯就这样吧，周末就出来玩吧。啊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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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是，但是今天就是天儿不行呢，你说咱回来就下雨了，但我觉得也不耽误玩呗，对不对？该干啥干啥吧。这边特别像杰森，我下次要拿一件。